花莲县体育会31号举办了109年花莲县县长杯自由车锦标赛，县长徐祯蔚特别出席，另外县议员狄布斯一赖、李正文等人都到场来参与。县长徐祯蔚也亲自骑乘自行车为赛事揭开了序幕，体验花莲的自然乐活，同时也欢迎全国民众来到花莲享受深度多元的山海骑乘之旅。县长徐祯蔚表示，花莲风景优美，拥有得天独厚的观光游憩资源，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，再加上亲切的花莲人情味，让造访这一片净土的游客流连忘返，同时也是喜爱自行车运动朋友们的旅游首选。欢迎大家，也欢迎大家到花莲来。这一次呢，我们比去年人数还多，尤其是花莲啊，我们的骑车路径其实非常漂亮，无论是往北骑啊，这个可以骑到，我记得上一次从七星潭骑到五岭，这一次应该是从我们台十一线沿着太平洋一直骑到我们光光光复，再折返回来。这个是一个非常心旷神怡的路径，所以我相信大家非常享受在自行车的这个骑乘。另外也享受花莲的好山好水好风景，祝福大家骑得开心，骑得安全，骑得健康。花莲坐拥大山大海之间，拥有适合举行国际级自行车赛事的条件，包括了全球知名的台湾自行车节、台湾控登山王之路夏季挑战、台湾自行车登山王挑战、环花东自行车大赛、 East of Taiwan 花东海湾杯自行车挑战活动，都吸引来自各地的自行车好手同场较劲。而这一次赛事总共有来自花莲、台北、宜兰等地上百位自行车好手参加，由新天堂乐园 Rock Park 停车场出发，一路南下，途经193线到台十一线海线，沿途折返回新天堂乐园，饱览太平洋海天一色的美景。记者林杰、杰安香采访报道。